就如一个苹果就不是苹果，在任何意义上而言，怎么 ？Until it's ripe， 除非它熟了。那么好 ，So a man without education is a man in any sense， 什么意思啊 ？As a soul 嘛 ，as soul 构成病理啊，什么意思啊？正如一个人不接受教育，就不是什么一个真正人。哎 ，it's not 啊，加了个 not 吧。喂啊 ，it's not a man， understand？ 好了，这就是教育的一个可能正确的含义。就说我们说什么意思啊？就像一个苹果，如果呢它不成熟，就不能称为苹果一样。一个人不接受教育，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人。Understand？ OK， that's all。所以这个思想可能有点类似的概念。OK， this is a by famous American educationist 啊，这是一个美国的著名教育家，他说一句话。所以呢，苹果呢，在任何意义上，如果不成熟，就不称其为苹果。正像一个人呢，不接受教育，不成为一个真正的意义的人。OK， let's go on. Next， 好，继续看。Convinced of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好 ，convinced of， 怎么译啊？被说服或者相信的是 ，believing 等于 believing， 相信这样的重要性。什么呢 ？Importance of education。Modern states invest in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to get back interest in the form of a large group of enlightened young men and women who are potential leaders. Okay, now this is a long sentence. 我们下面看这个句型结构，什么意思 ？Convinced of 就等于 believing， 对吧？相信这一点，什么呢？教育的重要性。Modern states， 什么 states？ Nations。Government, reinvest, 这 invest, 它这个词加了个什么引号 ？What's mean? 表示投资。那么你觉得投资当然用什么 money？ 它这里面表示一种抽象意思，要投资，要加进钱，哎，要在里呢进行投资，什么呢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institution learning, 学术什么机构的意思。那么好，那你换一个词，我们看一下啊，我给你换一个说法，什么叫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这什么意思？高等教育。对了，就是大学，它是大学的一种。换一个说法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高等教育。Right？ OK， 好，去看。我们说，现代的政府啊，总会在一些学术机构投入大量资金。但不一定真投钱，它就表示一种内涵啊，表示投资，目的干什么 ？To get back interest。好，为什么叫 interest？ 什么 interest？ 利息，因为刚才强调的是 invest 嘛，所以后面才是什么 interest， 才是利息。好，可以得到部分利息，什么形式呢 ？In the form of。好，这个词组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在某一课讲过类似说法，哪个？34关于医药那课，对吧？那个同样词叫什么 ？In the shape of。对了，我们讲过啊，一个什么药瓶或者一个什么药丸的形式体现的那些东西，那么是病人们最需要的东西。Right? Understand？ 34课讲过吧？那些说法 ，right in the form of。好了，但是我还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说他的作品多以诗歌为主，对吗 ？In the form of poetry。好，去看。我们说得到利息以什么形式体现的利息呢？后置定语 in the form of 做 interest 的后置定语 a large group of enlightened young men and women 什么形式？大批的 enlightened 怎么说？有知识，对了，有能力的年轻人、年轻男女，对吗 ？Who are potential leaders？ 什么 potential？ 潜在就是 possible。可能某一天有朝一日他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right? OK 国家领袖好了，所以呢会这种形式体现出来。那么看一下他实际上呢他的观点是从这个入手，他所得到的是 interest， 对吧？哎，投资的目的是得到 interest， 没有说假投资，都要呢投资要得到回报，那么这个回报只能是得到什么体现 leaders， 对吧？哎，杰出的英才，这就是教育的最大的利益所在。做教育而言，你要投资，那么得到一批什么社会的精英，而这就是说的 elite
尊双，念作 elite 精英，为社会精英，好吗？ elite 好了，所以他这个意思啊，就说投资的目的是这样。 go on yes next 下面有非常重要一句话， education with its cycles of instruction so carefully worked out punctuated by textbooks those purchasable wells of wisdom what would civilization be like without its benefits now look at some of this这个句子一定要细读，要读出味道。来看一下，我们继续看啊，我们慢慢点来。Education， 没有吧？教育 ，with its cycles of instruction， 什么东西？教学的周期 ，so carefully worked out。那么请问，这个 work out 是被动还是主动？对了，那么前面省掉了什么 ？which were， 对不对？省掉了 which were， 对吧？他们被精心的什么制作出来，这个 workout 实际上什么意思啊？再通俗一点，不就 design 吗？设计的意思，或者设计课程如此精心的被设计出来。 OK， 还有呢 punctuated by textbooks now listen what is punctuated 一声加强。那么好，先问你，这个 punctuate 是谓动词还是被动态？那么和哪个并列 ？Work out。那么就是说，我们两个看到没有并列吧？一个是这些什么教学计划如此精心的被设计出来。第二个呢，又要通过什么 textbooks 课本教科书的 punctuate， 这种 punctuate 增强，就是通过教科书进一步增强其教学效果。第一个叫有计划啊，它这个很有逻辑性。第二个呢，一定要有 plan。那么既然附注 plan 的 means 是什么东西啊？名词，你讲吧，手段是什么 ？books， 懂吗？哎，我得有计划。这个计划什么？就是教学的规范问题。那么呢，我要体现出它的手段是 books， 是书籍。那么就这两点呢，使这个教育呢更显得充分。好，下面来一个 ，those purchasable wells of wisdom。那 those 做当然强调指什么？那些 books。对了，什么叫书籍？下面你记一下这个非常好的句型 those purchasable 可买到的 wells of wisdom 这种 wells 一当名词复数就是当源泉表达井水井吗 right ok wells of wisdom 怎么样知识之源泉对了那些你就是唾手可得的 right ok 特别容易买到的什么知识源泉就是书籍那么好我们继续再回到原文教育什么有其精心什么策划的教学制度还有呢那可以什么由进一步加强对它加强的一些书籍而这书籍又是称为什么可买到的知识源泉 OK now What would civilization be like without its benefits 好 What would 什么句型虚拟对吧就假设那么我们说文明会是怎样呢 without its benefits 没有其 benefits 带来的诸多益处弊益对吧 benefits 益处是什么 education 那么好我们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一见到 without 虚拟性的成分居多它就等于另一个用法换用另一个用法 but for 等于 without right就汉语译成若不是若没有的话叫 but for without 它都是假设的意思那么它们都等于什么 if there were 什么 not its benefits 或者吧可以改成句型用 if 引导如果那儿没有其什么恩惠的话或者没有其带来的弊诸多好处的话弊的话 understand OK 那么 but for 就是 without 就是 if there were understand 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词代表一个句型 clear this one OK next good 好这句话我们结束了那 look at sentence can you see anything 能找到问题吗 hi OK 什么句型注意 education 这个句话有谓语吗
没有外语。那么下面一个句子什么句？下面疑问句我们强调过没有？还记得吗？回忆一下我们的一个课文 walking 散步。我们说那思想如此睿智，如此敏锐，思想在他身边，现在哪儿去了呢？还记得吗？ The ideas that come to him so thick and fast, where are they now? 记得吗？我到时候讲过这个句型。二十四课 The ideas that 什么 come to him, 然后呢 so thick, 好像这样的啊，我原文可能记得这样 fast, 对吧？然后呢 where are they now, 在二十四课中间，对吧？我们当时讲过这个句型，当时怎么理解这句话？那种怎么非常快速，而且呢非常什么 thick 睿智的思想 OK 来到身边的思想怎么呢？ Where are they now? 这里面有位吗？第一句有吗？没有。但是我们强调的句型等于什么？一个名词或者什么 noun phrase 再加疑问句就构成感叹句。我们讲吧，回忆一下 right, 二十四课啊，所以呢这个学到这个又一个哎，这个对应点好吗？就等于它的强调句。那么就很容易了，看一下怎么译呢？ Education 这名词短一把，教育有其什么一种严格规范的教学周期，还有其什么得到什么教科书的加强作用啊，教科书也就是那些什么可得到的买到的智慧之源。下面如果没有教育带来的诸多好处，文明会是怎样呢？那 suppose do you need to give answer? No, 这是一个设问句，他不要问你，表示一种强调，懂吗？好，这一课呢我希望你们啊一定要回到我们那一课看一下，二十三课 23, 你写一个啊 24, 24课讲那个 walking, right? 讲那个散步的故事啊，就是那么睿智的思想到处又跑到哪儿了呢？ Yes, 还记得我当时给你举个例子，还记得吗？当时举个例子还记得吗？Women who can live wisdom, 但是我们记得这个例子吧。然后呢 ,who can live without them, 但是我们记得啊，这是60年代美国的一个口号嘛，女性运动 ,right? 这一样的意思吗？怎么样？一个名词加一个疑问句，女人谁又能和他们待在一块呢？下面呢 ,women who can live without them, 谁又能离得开他们呢？ Right, 当时美国女权运动啊这么说 right, OK, 好了，所以这有一样的句型，看到没有？ Woman 一个名词加一个疑问句构成惊叹句，或者呢感叹句 right, OK, 表达人的无奈嘛，真无奈。那么改词 man、right? man who can live with them, who can live without them, right, OK, 男人一样的意思 right, go on, 好，就来，所以这个句型非常好。好，这是地段，我们再强调一下。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文章的主题，强调出来教育的重要性所在。Education is one of the key words of our time. 下面呢，分数句，它为什么重要？注意啊 ，A man without education. 那么下面一句话就是对上一句的什么一种 explanation 解释句，懂吗？哎，如果没有接受教育，就像一个什么被剥夺了一切的一个牺牲品或者受害者 ，right? OK. 所以下面而言，他呢马上说。既然有这样的可能性爆发，我们叫什么？政府就要呢大力投资，以呢换取教育的这种丰硕成果。那么好，请注意，下面又提出问题 ：education 是不是？有其如此良好的，比如说运作结构，但是没有它会怎么样呢？实际上给你注意啊，这句话又符合哪个特点呢？又符合第一句话什么？对吧？还是符合这个意思，就说。教育的重要性在哪儿呢？那么你可以设想 Now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passage paragraph mainly concentrate on what? 要讲什么？对了，没有教育 without education, 那么呢社会的一些诸多的比如说一些什么 some bad effects, some really bad consequences and really adverse consequences will surely appear because there was no education at all。understand? OK, 所以我们说它这个结构非常严谨，
它实际上呢一定是紧扣什么第一句话来论述，也就是说是一个重要的词，是我们的关键词。好，然后呢下面解释，没有它的话，人就像好像呢没有什么依靠的感觉，然后呢因此政府要投资，要获得它的什么一种呢回报。那么我们再假设如果没有，为什么让我们投资呢？如果没有，让我们看看下面的情形。 What would be like? Understand? OK, 论言起啊，就说地段做一个整个的论述句，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OK, very good。 好了，这是我们强调的这个句型。下面句型呢有一些啊，尤其在最后一段呢有点它的思想发挥，如果你看一下呢可以把这个思想呢更好的去融入到它的里头。 Understand? OK,